元气充电皮卡便当。这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好像是小给小朋友在吃的，但是我从很多报章杂志上面都知道，其实日本的朋友，尤其日本主妇，好像很流行做造型便当。对，这个是日语叫做キャラ便，キャラ是キャラクター的角色的意思，是角色便当。对，因为很多那个老婆嘛，妻子是为了那个做饭给小朋友吃，是如果做可爱一点的话，小朋友也会敢吃哦。那或是那个做给老公的话，老公在那个公司里面打开便当盒，然后比较有面子哦。吃日本人连吃便当都要比面子吗？对啊，就是好看一点，然后就哎，你家的老婆很贤惠，这样子可以展示一下。那这样子，我在日本职场应该很早就被 fire 掉了，因为我太太从来没有帮我做过什么爱心便当，完全不受欢迎。对对对对，跟人家没得比。结婚十八年还以为是单身汉，这是一个那个宫崎骏里面卡通的角色嘛？对，生于少女。有些人问我说，这个是日本的在外面卖的便当吗？可是在日本的话没有卖这种的便当，这个是在家里做，是自己做的，在家里做到这么专业。对，这个很可爱，或者是这种太专业了，这个是用海苔做的。海苔做那个，对，切一切，剪纸的感觉吗？剪纸，对。这个太太真的在家里闲着都没有事做吗？这个应该很花时间吧？大家剪个三天三夜吧。可是如果吵架的话，就这样子，隔天的便当就会这样子。隔天的便当，这个超像的，对，这个太可怕，手哎，就很像这样子的手哎，是把手剁掉的意思。对啊，还有这个 hugge 是意思叫做秃头，对对对，秃头，就是骂老公的意思，所以可以写字骂老公就对了。对，就是吵架的隔天会变成这样，可以吗？对，八卦也可以。那我想请问一下，比较好奇，这个旁边都是红的，中间这个白的，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是相反吗？这本来应该要那个白放一颗。那个梅波西乌梅干，可是是相反，因为通常要饭很多，他现在是梅酸梅很多，只有一锅饭。王八蛋，酸死你就对了。哦，讲白我就看懂了，就是只有一口白饭，其他你要全部给我吃完。对，吃完之后就是胃酸过多的意思嘛。还是请你现在开始边做边说，谢谢。好，先开始，因为日本的便当比较重视的是颜色。我知道那个台湾的便当比较重视好吃一点的，是对。可是日本的话，颜色很重要。他们不重视好吃，好看就好了吗？就是字，第一是好看，就是有很多种颜色。先做烫青菜，先做烫青菜，这个用这个锅子好不好？好，这边水泥板盛好了。其实我在很多的日剧里面，其实我从小也看过蛮多日剧。我发现在日剧里面，很多上班族的男生，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从包包里面把自己的便当拿出来，然后当着大家面，然后大家哦。那红完之后，我这样看进去，里面其实就是酸梅，还有一块那个一夜干。那他们就是非常的开心。日本男生很喜欢叫太太帮他准备便当吗？会的，因为那个日本的公司的午休时间是一个小时，只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后就是开始工作，所以一个小时内要吃完，然后刷牙、补妆，然后一个小时蒸好一个小时后再开始做工作。时间还是蛮紧凑的。对，那问题是我觉得太太很辛苦啊。你们通常如果为了要帮你心爱的人煮做便当，花多久时间啊？要几点起床啊？大概是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便当。怎么可能？这是随便做的意思吗？哦，不是，我们是那个比较重视效率。比较重视效率。重视效率。比较重视效率的话，奶油应该不会卡在少是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通常你们准备一个便当食材要大概要多少钱？在外面吃的话，大概台币300块左右。哦，差不多。你说的是东京的水准吗？对，东京或是在那个一般餐厅吃饭的话会这样子。是是是。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啊，现在也不叫什么爱妻便当，只是爱家。就是省钱了，对不对？对，省钱，对，省钱啊！第一次省钱。对对对对对。这个因为这个日本朋友他们的消费，对，他们消费其实的确是蛮高的，蛮高的。你现在用奶油做什么？就是对，先开始做饭解饭，就是蛋包饭的里面的饭。那这是什么？这个是鸡肉，鸡肉。而且为什么日本的便当扔掉也很好吃？哦，是因为是因为没有蒸饭的，所以不得不吃是吗？味道比较重，比较咸，所以扔掉也会很好吃。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常常看到那个，不管我买哪一个牌子的少女杂志，它最后面都有一个专栏是好像教人家做便当哎。因为这个，如果自己的做菜很厉害的话，很容易找到老公或是那个男朋友哦。对，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那最近有比较流行的趋势吗？赶快教我啊！有，最近很流行的是，就是如果每天早上一起来才开始做饭的话。就没时间嘛，是，所以我们很多人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礼拜天做好一个礼拜的分量的便当的菜，是，然后这个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放一个礼拜左右。可是你们又吃冷的，放冰箱好吃吗？可以，就是把做好的菜直接冷冻室，然后要带的时候再蒸好再带出去是吗？对，人家也很聪明的啦，他一个礼拜这样比较，对，我要问清楚啊，因为我要知道说这样会做菜到底可不可以找到男朋友嘛？那你找到了没有，小百合？不，以前常常那个常常找到，没有，一天找一个，没有，我知道，下次知道怎么用了。真的吗？约一个男生去樱花季，对，然后把你便当拿给他，对，他就会报警吧。我觉得可以好好学呀、啊。你是看哪本杂志上面有介绍便当的专栏啊？有很多日本的那个时尚杂志上也有。可是我看杂志上面都没有介绍便当的专栏哎。因为你是看色情杂志吗？对，你看。我看这杂志，它都有贴封条，就是你不能随便打开，然后里面都有很多照片的那种。啊，这个是不一样哎。啊，他没有教怎么去做便当，他教怎么去做。什么便当吗？如何做好你应该做的工作。那你今天是什么便当啊？什么便当？皮卡便当啊，皮卡便当。哎呦！你看，大家之前大家都误会，说什么日式便当，说好像只是好看，然后做起来其实很简单。你看，今天我们小百合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其实不光是好看哈，其实它的重点好像也是要做起来也要味道也要这个男朋友喜欢哈。还有这个也有那个秘诀。秘诀？什么秘诀？这个超那个秘诀就是番茄酱嘛。那个刚才再多加奶油是哦，对，我刚刚看你又挖了一坨下去，对，那个最后把饭放进去，然后再加奶油，是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一个会分开，比较饭会分开，对，不太会那个粘在一起。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好像看你们日本人在弄便当的时候弄得好仔细，有这个弄，然后还要摆盘，还要雕花，还要剪什么什么？为什么吃个便当那么麻烦呢？因为这样比较可爱，看起来可爱啊！而且我还是很好奇，我常常看那个杂志后面都有那个便当，里面都有一朵好像小花还是章鱼啊？对，那到底是什么？那个章鱼是用那个香肠做的，香肠？对，那要章鱼吗？这是哦，你的香肠真的好小哦。对，那个特别选择小一点的，因为这样比较。可爱，然后这样子，小心，而且几乎看到每个便当里面都会有它的出现，对，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造型特别喜爱。因为这个是可爱便当的，怎么说，最有名的，最传统的，哦，就是开始流行之前就有这个。而且在做爱妻便当的时候，真的其实是蛮辛苦的。我们刚刚看到的小百合来的时候是化妆化得非常好的，现在头发也乱了，汗也出来了，然后眼睫毛也掉一半，然后袖子要弄起来，没有吧？袖子也都沾到油了。而且刚来的时候是日本的这个和服美女，现在弄起来有点像《赌神》第一集里面那个弄洗发刀。等我一下，和服美女，不要着急。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现在先拜好。摆好，先摆好。对，要拜什么？我想说吃便当还要拜一拜啊，先摆好。对，摆好。慢慢来，不用着急。好，我们这个红萝卜跟花椰菜是要煮汤，是不是？它放这边是这样 OK 的啊？还是要关火吗？对。怎么？我想说它都已经煮了，都已经泛白了，红萝卜了。其实。所以你先把饭装盒子。对。我以为我想象是你把这个饭包在那个蛋皮里面。你误会。我误会了。是。好，我有发现台湾的蛋包饭跟日本的蛋包饭不太一样。对，那个台湾的蛋包饭还是薄薄的鸡蛋要包在那个外面。对，可是日本的话，最近比较流行的是直接那个放在上面。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台湾就是我们会有蒸饭的地方。你要找什么？要就这个。啊，我以为他找粉扑。你要什么？你要把它捞起来吗？来，
来，再给你一个，再给你一个啊！好，谢谢，不客气，不客气。那你要准备要弄蛋了，对不对？嗯，好，谢谢。应该很少人穿着和服在做饭了。对，我第一次穿和服做。刚才有讲到，还没回答我们日本朋友好像都喜欢吃凉的便当，你们没有蒸饭的东西是？在上班的时候。在说什么？你现在在忙什么？我们要帮忙吗？我要可以。下面没有火，他不会接。小妹妹，有火才叫做煎，好不好？没火叫做玩，好不好？好好好，不好意思，我这次那个来台湾快到一年，我一年没有做饭。啊，对，因为就是因为找不到开关是吗？我今天没有厨房。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刚刚看到小百合拿着星星肠在上面一直转来转去，他很疑惑，我也很疑惑，他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这是做法吗？后来他是要煎那个星星肠，但是他没开火。哦，对，哎，我要，你要怎么？你要把它撑开来是吧？对，撑开。要帮忙吗？要帮忙。要把它撑开来是吧？好。我第一次看到小五哥看不下去，直接自己出手，哎，要夹子吗？一起被搞，又用火亏了。啊，对，越来越大开，对，有有，越来越开，越来越开，还哎，要这样子。你是要这样子啊？对，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帮你夹住啊，你去。而且你们看小百合，她很可爱哦。她看我做第一个成功之后，马上第一个，哎，麻烦你再把这个蒸。好，你问你第二个，第二个。啊好。还好吗？第一个成功了。这其实慢慢的有点烫着哦。你把下面掰开，好好好，那这样好，谢谢谢谢谢谢。还有什么要放进去？你这一次跟我讲。好好好，这样就 OK 了。啊，这样 OK 了吗？还要再放一个吗？这个不用了。啊，可以吗？可以吗？不然我们这个都要烧了。好好好，我这个我来，你去准备打蛋，好不好？你去打蛋。好，打蛋我来帮你忙哈。这样两个打里面是不是？好，对，打里面。好，打蛋要搅拌吗？搅拌。啊，要搅拌是 OK。没关系，没关系，也是应该的。对，我们赶快完成它比较重要。对，谢谢谢谢。没事没事没事。你是要打蛋，里面要加东西吗？对，要加美乃滋吗？对。现在先加还是怎么样？现。现在先加。要加多少？你跟我讲。好，一点点。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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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怎么办？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好，来我来。那请问这三只章鱼可以好了吗？可以了，好了好了。那你要去摆盘一下吗？来，给这里放这里放这里。然后这个直接打是吧？对。快速的打是吧？好。对。好，要不要下蛋？要不要下油呢？下油。好。哎，为什么要打美乃滋打蛋？对对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的那个蛋里面有要加美乃滋？因为这样子的话，蛋嘛比较滑。哦，比较不容易破。那请问我们煎蛋的时候要放什么油呢？奶油。奶油好。我发现我们小百合做菜都蛮喜欢用奶油的哈。对，因为这样比较会香。香哈。要大火、中火、小火？先中火。先中火比较保险一点，进可攻，退可守。好。关火，关火，关火。哦。哇！整组都帮小百合做这个爱心面。先擦，不要擦，先擦，不要了，是不是？不要了，是不是？不要了，好好好，不要了。哎，我第一次发现我其实厨艺还不错，可以帮忙呢。不好意思，你们需要协助我，告诉我这什么时候放进去。我已经打到快变成沙拉了。好，OK， 那换奶油就放这个，再放奶油是不是？可以了吗？好了 ，OK， 然后这个。有秘诀，先等这样子。好，小妹妹，你不用管什么秘诀，把它先做好处理。然后，好那不是每道菜都有它的秘诀。然后边边这样子的时候才开始。边边怎样子的时候？边边那个边。对，我觉得你用平的，不要用尖的吐啊。对啊，你要炒蛋。蛋不就破掉，不像蛋皮了吗？就是最后像这样调整。哦，这样子摇一摇，摇一摇。对，等一下我这。慢慢来，不用着急。就是如果一般的便当盒的话，没有这个旁边的那个，对对对，盖起来，所以这个有点都是便当的错，我知道。需要小五哥帮你吗？我这怎么帮你？需要帮忙吗？好，来来来，这个那怎么办？你要把它盖过去。破坏破坏不行。好了，那还有什么需要？接下来那个我要介绍一下，很简单又看起来很可爱的一个用鱼板做的一朵花。第一次我们这大明星来下厨做的是上下两集，真的是不简单。对，现在已经做下半部。现在小百合你在切的是啊，这个是鱼板。哦，我现在要做一个花朵。花朵，花朵，对，这是非常简单。是，你需要的是牙签跟鱼板，就是一多的话，这个是叶子，
哇，这是叶子，小黄瓜，对对对对，小黄瓜。绿色的是叶子，红色的是花朵。然后要用几片？四片。哇哦，这是很简单，只是卷卷而已。很卷卷。卷。然后快卷完的时候再放一下。第二片。啊。对，接一片。再卷。再卷。再卷，这个要连续四张。而且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都没有男朋友了，因为我没有爱。你叫我搞这么多这么细致的东西，我有青菜阿拉啦，夹叉崩就好了啦。我觉得你的个性应该是直接丢给他300块钱，你自己去吃，太厉害了，是这样子哦，有啦有啦，准备这样子，好耶。那你现在就要装台了，大家鼓掌的 level 好低哦。哇，他做好了一朵花，所以这个是很非常容易，大家都会做。那你喜欢台湾的男生吗？喜欢。真的吗？因为比较贴心啊。是哦。而且做便当就一定会非常高兴哎。哦，所以日本男生都不高兴哦，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当然的。哦，太多了。对，太多了。所以好，现在在。那皮卡丘人呢？啊，皮卡丘，先插啊旗子，好好，我们不要期待皮卡丘出现。好，皮卡在哪里？皮卡在哪里？最后皮卡丘的眼睛是用那个旗子跟海苔做。哦，旗子。对，旗子。啊 ，cheese。cheese 啊 ，cheese。跟那个海苔做，这个是用剪刀做的。哦，你说已经做好了。眼睛用这样一片的，然后把它。用一个圆圆的这样，对哦，所以像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它的皮卡丘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说真的哦，你这不是黄色，我感觉比较像海绵宝宝哎，这个吗？对啊，所以其实黄色的吉祥物都可以做这个便当。你的意思说随便做的都可以？这是黄色的吉祥物哦，就是海绵宝宝、蛋黄哥或者是皮卡丘，黄色都可以。对，蛋黄哥也可以，就看你自己随你自己的想象就对了。对，哇，这真的要很有爱才做得出来。好，大概是这样子。好，今天这个是元气充电皮卡丘便当，难就难在我们三个人接下来要怎么去试吃。嗯哼，元气充电皮卡丘便当，说实在，这个便当你觉得啊，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哎，今天还不太习惯在这里做饭。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试吃一下。先麻烦你弄点饭给我们吃，因为你这个做这个太漂亮了，这皮卡丘的，有点像海绵宝宝，又有点像小小兵。还是蛋黄哥，谢谢谢谢谢谢。一个好来，帮你这样弄上来，对对对，哦，好，我们今天的便当真的是协力完成呢，协力完成，真的太棒了。这台新便当没有娶三个太太很难一起做出来。为了怕这个便当这个凉掉了，我现在赶快现在试吃一下。好，谢谢。这里面是蛋皮，然后用鸡肉炒。自己吃一点。好。如何？真的热的跟凉的没什么差别。哦。那严格在讲起来呢，今天爱妻便当，我觉得好吃不好吃是另外一回事。是的。就是一个太太，对，把她的先生准备了一个便当，这点就是这种心意就是很棒。真的有爱就美味了。对。